器人朋友。家伙，你好。是，你好。哎，你知道我的名字啊？这是因为我什么都知道，因为我是正义的机器人。正义的机器人？是的，我的工作就是打败企图征服世界的大坏蛋了。怎么了吗？刚刚有个坏蛋想从后面偷偷地抓住巧虎。机器人，谢谢你。停下来，看你的脚边。你真的好有爱心哦。没错，正义使者是强壮又有爱心的。那我也想成为正义使者。没问题呀，可是你必须先接受我的训练才行。训练？你说的是什么训练？我想想看。啊，就从捡垃圾开始。捡垃圾就算是训练了吗？我比较想要打败坏人耶。乔虎，你在说什么呢？维持公园环境的整洁，就是成为正义使者的第一步啦。我明白了。机器人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什么啦。这不代表我在偷懒，机器人得时常让引擎冷却，否则可能会爆炸。原来是这样，那你先休息一下吧。机器人，公园的垃圾我都捡完了。哎，乔虎，你很了不起哦。接下来成为正义使者最重要的事，就是要有感谢的心。什么是感谢的心？天上的白云，谢谢你。天上的白云，谢谢你。美丽的花朵，谢谢你。美丽的花朵，谢谢你。谢谢你给我干净的水。谢谢你给我干净的水。今天的训练就到这里了。是。我的事情不可以让其他人知道，要是让坏蛋知道我在这里的话，会很严重的。好，我不会说的。还有，明天来的时候要记得带章鱼烧当点心。我觉得甜甜圈比章鱼烧来得好。哎，不可以，正义的使者是吃章鱼烧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再见喽！哎呀，乔虎也真是的，未免太好骗了！哈哈哈哈！水龙头先生，谢谢你了。哎，哈哈，单杠先生，谢谢你。乔虎，你在做什么呀？陶乐比，我没做什么啦。你好像在自言自语哦。那不是自言自语，我是在做表达感谢的训练。表达感谢？那是什么？就是该怎么说呢？陶乐比，这件事情是秘密，你不能跟别人说。我不会说的。你不知道我陶乐比最擅长的就是保守秘密吗？我不知道耶。老实说，我昨天遇到一个正义的机器人。这样子？他长得帅吗？没有，他没有很帅耶。对了，陶乐比也要当正义的伙伴吗？哎，好像还蛮好玩的耶。你好吗？我的朋友有没有到这里来呢？没有人来这里哦。陶乐比怎么没有来呢？对了，你有带章鱼烧过来吗？有，这章鱼烧是我妈妈做的。章鱼烧先放在那张椅子上，再来做暖身运动，跑公园一圈。好。
接的是感谢的训练。是，滑梯先生，谢谢你的照顾。沙子先生，谢谢你总是让我们玩。秋千先生，谢谢你总是让我们坐在上面。好累哦，我肚子饿了，可以吃点心了吗？可以吃点心了。为什么盒子里面只有一个呢？不知道。手臂上有绿色海苔。我要开动了。陶乐比怎么还没过来？你说的陶乐比是你的朋友吗？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哦，虽然有点大而化之，其实很善良。刚刚的章鱼烧应该留给他吃才对。乔虎，我跟你说，其实啊，哥哥、妈妈、小花，那么机器人，明天见喽。嘿嘿，乔虎，陶乐比，你在做什么？怎么会有那些箱子啊？其实我做了一个机器人，结果做的跟真的一样，所以就想试试看呢。没想到乔虎居然真的相信了，我觉得很好玩。我这么做会不会对不起乔虎？这还用说吗？你最好诚实地跟他说哦。可是如果乔虎知道机器人的真实身份就是陶乐比，应该会觉得很失望吧。来了。机器人乔虎，我为了要打败企图征服世界的坏蛋，要去一个很遥远的国家。机器人，你要走了吗？乔虎的心地善良已经是正义使者了，只要不要忘记感谢的心情就好了。乔虎，再见了，冲啊！机器人飞到天上了。我会为正义而